蜘蛛阿南西，一个阿散蒂人的传说，作者来自美国的吉拉德·麦德莫特，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。民间传说、神话、民族传奇、传统故事，所有这些都在非洲大陆长久地流传着。这个故事就来自于一个源远流长的文化，位于西非加纳境内的阿散蒂人的文化。拥有茂密热带雨林的加纳是一个隔离海洋和沙漠的绿色要塞，以此为家园的阿散蒂人一直精心地守护着他们的传统。阿散蒂人曾经建立过一个联邦国家，那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，前后一共存在了400多年。而今天的阿散蒂人仍然和过去一样，是一群技艺精湛的能工巧匠，他们擅长打造精良的金属器具，纺织精美的丝绸，并且丝绸品当中融入了大量本民族艺术和传说中的符号，什么太阳啦、月亮啦、天地万物啦、宇宙啦，当然还有蜘蛛阿南西。阿南西是阿散蒂人的民间英雄，这个有趣的家伙既是一个捣蛋鬼，又是一个聪明的讨人喜欢的魔术师。他精明狡猾，打败了许多远比他强大的敌人。他被卷进了许多的麻烦当中，现在我就给你讲一个他的冒险故事吧。阿南西，他是阿散蒂人的蜘蛛。在阿散蒂的土地上，人们热爱这个关于夸库阿南西的故事。那时候阿南西有6个儿子，老大叫见麻烦，他的本领是能看见千里以外发生的麻烦事儿。老二呢叫筑路，老三叫引河，接着是老四，他叫割皮，还有老五叫投石，最小的儿子叫软垫儿，他非常非常的柔软。他们全都是阿南西的好儿子。有一次啊，阿南西去了一个离家很远的地方，离家很远，所以他迷了路，遇到了一个大麻烦。老大见麻烦回到家，他大喊：不好不好不好，这爸爸有危险。他迅速发现险情，并且告诉了其他的兄弟。老二筑路说了：你们跟我来跟我来。他走出家门，筑好了一条路，六兄弟快快走，赶快去帮助阿南西。爸爸现在在哪儿？大鱼把他吞下去了。阿南西在大鱼的肚子里。没关系，引河马上长吸了一口水，咕噜咕噜咕噜，大河消失了。割皮上前去救父亲，他把大鱼劈成了两半。就在这时候，更大的麻烦出现了，一只巨隼把阿南西叼上了天。就在这时候，投石，你快点啊！石头击中了巨隼，阿南西从天上掉了下来。现在软垫儿跑来救爸爸了，他轻轻地让阿南西落了下来。这个蜘蛛大家庭开心极了。夜晚他们重新回到家，夸库阿南西在森林里发现了一个好东西。这是什么？一个超大的光球。多么神秘美丽呀，我要把它送给我的儿子，送给救我的那个儿子。但
六个儿子，究竟谁该获得奖励呢？阿南希开始呼唤。我说，你能帮我吗？尼阿美啊，尼阿美。在阿散帝人的心中，尼阿美是万物之神。阿南希向尼阿美请求，请您保管这个美丽的光球，直到我弄清楚哪个儿子应该拥有它。接着他们想方设法要弄清哪个儿子该得到奖励。他们想啊想啊，争论了整个晚上，难以决定。尼阿美看到这一切，万物之神托起了美丽的白光球，把它高挂在天上。尼阿美把它留在了那里，让世间万物都能看到它，直到现在，直到永远。不信，你看今天晚上，它就在天上。天上有个小月亮，哎呦呦呦，圆圆的脸蛋真漂亮。我走它也走后，我听它也听，我走它也走后，我听它也听。好想和我在捉迷藏，好想和我在捉迷藏。天上有个小月亮，哎呦呦呦，圆圆的脸蛋真漂亮。我走它也走后，我听它也听，我走它也走后，我听它也听。好想和我在捉迷藏，好想和我在捉迷藏。